亮的星各位，今天呢，我们的女大生 Kiki 啊，她今天说要准备一个特别礼物要送给大家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猜一下 Kiki 带什么礼物过来。嗨，你准备什么礼物？大家好，我是 Kiki。哇哇，发钱哦，过年红包，准备了八个。你来老师家，然后带红包来啊？我看超级有钱人哦，一路发哎。两位都是老师哎，现在两位都是老师，猜里面是什么？我觉得里面是八张。Kiki 不同的动作的照片，其实我觉得有机会。观众会想要吗？还是抽一张给观众？哎，认真可以。里面有八套不同的比基尼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开抽。等一下大家一起开吗？好，一起开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全部拿红包，我们一二三一起打开。来，三二一。敢不是一二三吗？好，一二。好，一二三。噔！哦哟。很惊喜吧？很惊喜，房贷靠这张啊，最大奖70万。我先问你一下，如果刮到70万，你会做什么事？还我，还我本金了。还你哦，还我本金了。还我本金，没有中70万，我就分一半还你了。35万，没有张老，那一定会中。好，大家一起刮，开始，开刮，开刮。干，好爽。怎样？中奖了？零元呢？你在靠吗？刚才那个中奖，是两个一样的才中，还是有七就有钱？有七就有，你说大数字哦？对，没中，没中，我张都没有，全部共估哦。你选一包观众，我们刮给观众啊，多少钱我们就寄钱过去啊。我要开始刮了，哇哇哇！哇他不敢相信自己花1000块做公益，哇，我做公益哦，没有哎。这张观众的共估，大家通现在是多少钱？一亿，这些都不用努力了，干买车，一亿好像还是要努力吗？一亿不用了，投资多好赚啊！一亿哦，你卖5套新大楼的公寓这样，他一套自己住，4套租出去，就每天在收租金。对啊，干超爽，好不好？一间你租超便宜，租25000已经很便宜了，3房租25000超便宜。嗯，对啊，哎，一间25000哦，4间就10万，每个月10万，什么时候不用做？哎呦，10万了，哦，10万了。而且房子一直增值嘛，到时候租不出去啊，把它卖掉。哎呀，哎，又回来，全回来，1800万，怎么会这样？钱怎么回来了？好，不然开始我们每天刮刮乐好了。好，那个这个频道不是每天打麻将吗？我们是每天刮刮乐。我已经在幻想了。幻想什么？那个每天。你不要这样，跟你讲，家破人亡。哎、欸，家破人亡就从这时候开始，从幻想开始。那你埋下一个种子。埋下一个种子。好了，结束了。我们的女大生带来的红包，超速777，大家不要买这个，全部空股。干的，800块做公益哦，啊，700块做公益，还有一张啊，还有一张哦。看自己没数字，哇，你刮直接少一组数字啊，哇，我们连共估8张，大家脚踏实地的赚钱。I got a bottle of Patron and some lights off, two red devil looking eyeballs, and I finna turn up when the night falls. If you hear a sound